昨天王俊凯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任命为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。作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亲善大使，肖凯在演讲里呼吁，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，加入到环保的大行列中来，还自创了凯氏环保金句。未来我希望能走访不同的项目地，去探知和感受奋斗在这个领域里一线工作者的工作状态，再通过共同设计，让这些项目能以更加新鲜有趣的形式呈现出来，让大家知道青年人不应该是旁观者，也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，环保公益也可以做得非常的炫酷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最后我诚挚邀请各位小伙伴们和我一起加入环保行列，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改变自己。我们都是蝴蝶，如果我们共同扇动翅膀，我们便可以改变世界。当然了，肖凯的环保宣传行为也跟他的演讲一样炫酷。他之前就在微博分享了一段自拍小视频，贴上了许多环保小贴，真是日常贴心。而他在专访里，肖凯也讲述了不少自己的环保心得。我一般生活中就是能走路就会走路，不是特别远的话就可能会骑单车呀，因为我平时也本人就比较喜欢骑单车。我觉得一次性用品对大家的身体也不好，其实对环境也是特别不好的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少用一次性的制品。有这样乖巧炫酷的公益凯带头，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到环保行动中呢。